全力抢救，西到华东地区了，老百姓大家能够平平安安。全部脱落，比一楼的还要严重。对，一楼的是。他这个是用粘的，不是用无法修复的，它粘的是外皮包覆。那这个将来修复之后，它需要用，就是里面的，要先用那个小锤子去敲钉子，重新那个补墙，就是这里啊，重新修补，差不多膝盖的顽固。这个可如果现在材料不晓得破，如果破的话要等拆掉之后还要检查，再装。OK。好，没问题，二梯我就转过来。这个就是两栋建筑物的，它地震的时候会摇晃，因为一高一低，所以摇晃。如果是大家同步就天气就不会有事，就是不同步，对，高度不一样，不同步的摇晃，高度又完全不一样，精度不一样，所以摇晃就会有这个错动那个间隙又有点不够，就撞到。撞到的话，那个角落，他先撞到。这个现在这个地方现在暂时完全人要管制，不可以再进去。对对对，高度不一样，高度又完全。高度不一样，